苏老师探店蒙古味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了蒙古味道。蒙古味道，哎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美女啊！我们的美女老板啊，小白老板是来自呼和浩特市呼市。那么非常感谢啊，哇，完全都是咱们这个蒙古的风格是吧？看这个，哇，蒙古味道，哇，好厉害！黑马还是白马，蒙古 BBQ 是的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先让这个小白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菜品，对吧？对，来，稍微介绍一下啊，咱们都是先以什么招牌菜为主啊？主要以是烤羊腿为主。啊，烤羊腿还有手扒肉。手扒肉啊，手扒肉，手扒肉，对。特色对。烤羊腿。手扒肉我上次吃了，特好吃。好吃。跟那个呼伦贝尔的韭菜花，对吧？超级好吃。羔羊肉。对。对，特好吃，超级好吃啊！绝对是这个啊！那您继续啊。然后手扒肉这也好吃，是清水煮出来，然后就是说清汤煮出来蘸汁吃的，这个特别好吃。还有一些安格斯牛排炖土豆，包括这些乡土鸡，这些都是散养的小笨鸡。啊，小笨鸡是吧？又有营养，做出来的味道是与众不同的。走地鸡啊，新加坡叫走地鸡是吧？走地鸡，小土鸡。小土鸡啊。还有一些咱们家的串啊，烤串儿对吧？羊肉串儿啊，牛串儿啊，各种串儿是吧？对。就是咱们是以这个蒙古的手扒肉、烤羊腿，这是咱们的招牌菜是吧？还有一些烤串儿呀，这些是吧？对，还有一些地方的特色菜。地方特色菜是吧？好像也有一些别的。对，像也有其他的。地方特色菜啊，不光是这个，不光是这羊腿啊，还有这个特色菜。好，谢谢谢您，待会儿我们这个在试的时候再让您介绍，好吧？好，谢谢啊。